多區墨西沙加湖住宅項目 Bridge House 華麗登場。它是大型社區項目 Brightwater 最新推售的住宅。Brightwater 比鄰安大略湖，住客可以沿著海濱小徑漫步，將湖景盡收眼底，擁有無與倫比的度假村生活方式。Brightwater 規模非常龐大，它佔地72英畝，當中14英畝都是公園。當社區完全起好之後，總共將會有超過2500伙單位、400間排屋同埋30萬平方尺的商業同零售空間。項目附近有不少幼兒教育中心同埋知名學校，例如係 Forest Avenue Public School、Port Credit Secondary School 等等。四周亦有遊樂場同運動場，非常適合家庭居住。由樓盤出發，揸車4分鐘到 Port Credit 高火車站，嗰度未來亦會有 Key Ontario 輕鐵站。5分鐘車程上到高速公路 QEW， 11分鐘到多倫多大學墨西沙加校區，15分鐘到大型購物中心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。今期 Bridge House 包含 condo 同 townhome， 如果想知道更多資訊，歡迎聯絡宏基地產。